张学友攻蛋秀一字马，演唱歌曲大玩 Kisscam。张学友演唱舞曲时代秀舞技，图环球提供，201801804.20。歌神张学友来台开唱，今20日是攻蛋限定六场的首场，开场带来一连串经典的舞曲，在台上大秀舞技，觉得自己已经57岁了，还能这样跳很不简单。全场歌迷给予掌声支持，接着突然劈腿大秀一字马，全场观众大尖叫。张学友跳舞模样十分有趣，图环球提供，201804.20。表演完舞曲后，张学友跟歌迷寒暄一番，觉得来台湾开唱很自在，台湾的歌迷都认识我，他也自豪这次的演唱会是最好的，并问歌迷有没有这么觉得，歌迷齐声大喊有，而张学友也谢谢歌迷到场支持，你们来很重要，代表我的演唱会很好看，还要检查张学友的演唱会有没有进步。深情演唱，我真的受伤了，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。图环球提供，201804.20。张学友来台开唱觉得很自在，图环球提供，201804.20。张学友知道许多歌迷都喜欢听他唱伤感的歌，他说这代表大家都有伤感的过去，但希望歌迷能记住开心的事，希望带给歌迷开心的夜晚。接下来演唱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跟歌迷互动，大玩 Kisscam 桥段，当镜头照到观众席歌迷时，歌迷需在镜头前亲吻，许多情侣夫妻都大方献吻，张学友从这些被拍到的夫妻情侣中挑选一组，将他们的接吻的画面做成一幅素描画，附上亲笔签名，送给这对幸运的歌迷珍贵的礼物。张学攻蛋开唱，观众席坐满歌迷，图环球提供，201804.20。这次歌神开唱，天王周杰伦献上花篮祝贺，还有陶喆、林俊杰、吴克群、萧亚轩都献上花篮，预祝演唱会大成功。另外演艺圈大子秋黎宽也送上花篮祝福，其中天后张惠妹祝贺词写上，歌神再度照进台北，膜拜，非常幽默。张学友来台开唱，许多明星送上花篮祝贺，图环球提供，201804.20。张学友来台开唱，许多明星送上花篮祝贺，阿妹写下膜拜祝贺，非常有趣。图环球提供，201804.20。